拿迪亚。啊，不回来呀、啊？喂，萨达。啊，你又不回来呀、啊？哦，老公，真的要去吗？他们在做工啊。做工？现在什么行情啊？哪里有这么多工作？你儿子肯定失业了，不敢回来见我。上次来是这条路吗？好像是。咦，那卖干的好像是阿迪哦。阿迪会去卖干了？没有冷气吹的工，你的儿子会一直做吗？哎，那个捧餐的好像是阿达哦。阿达会去捧餐？我们就会满街外劳了啦，走啦。乱乱认儿子。喂，迪亚，你几点走？走了，恭喜发财。走了，拜拜。哥啊，河南饭我们都没有回去吃，你说阿爸被生气了。走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吗？你们呐、啊，工是要勤力做，饭也要准时吃啊，不要三更半夜才吃啊！哦，来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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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年的团圆饭，虽然遇上了全球经济不景。这团圆饭的滋味还是最好的。